样子。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吃了好几天了。对啊，我在南卡，我每天吃的就是这食物。其实我都南卡威的一餐哦，大概都在10到20。10到20。对，怎么吃啊？小洞。从头到炉。我到炉，我到炉。你吃的太晚，太烫了。我现在要通常到我这里。哦，谢啊。有，吃了不少。我拿那个配白酒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不独白。带两个不错。哦。哇，好吃好吃。是吧？对，很多毛，非常的毛，还有猫可以直接摸。它不会怕，不会怕的，不会。猫都很友善。我靠呀！所以阳光很刺眼哦。哎，今天是圆顶吗？我也忘记了。什么叫圆顶？就是洋葱的那个圆顶，还是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是巴洛克，巴洛克是建筑啊？是吗？不是好像吗？是。巴洛克是圆顶，巴洛克是圆顶，对吧？歌德是是歌德是尖顶，是尖顶，没错。一坡一坡，哎，这边是盆水池，熟了，熟了，滋滋跳了。经过2.5小时之后，我们到了下一个景点——怡保。Good。真香啊！怡保的住宿地点，怡保被群山环绕，是不是？像台北，被群山环绕啊！没错，我是山城，是罗德山啊，是罗德山。你看早上都是红的，都是山。哦 ，my head。真的，蛮多的，你可以买一个。
他讲完要切，然后就他算了，然后割掉吗？没有，我就直接删掉。你要对，他对，他对，他对。设计表演，设计表演。IPO 都有料了，然后 IPO 就是你每个都买点。Should I go?